碰到灾难的时候，你就要出头嘛，因为看到那些灾民，你心里也是很难过，所以你必须要出来，站出来为这些人着想。然后我们的团队都是很配合的。今天我们发放了这些现金，能够帮助他们重建家园，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些他们有今天这笔钱，可以去买建材啊，买行板啊，买木材啊，可以把它搭建起来。看到的菲律宾，我们呢，却帮助他们，期待他们呐，在一场的灾难得到了帮助，让他们呢这一点帮助，他真有感受到，他可以呢发挥到了这生活的安身安心的效用。因为这菲律宾啊，我们在发放是因为呢，他的村庄地震呐、很严重，倒塌房屋之多啊。这房屋倒了，不一定呢是穷人的房屋才会倒，平常人家的房屋也会倒。一旦瞬间呐、天摇地动倒了，这样到底这个身要依住何处？我人还在台北，听到了也是哇，这要如何帮助啊？提出来，当地的慈济人都很小心，他们呐、就是要这负责用钱呐、要点滴不漏，要用在该用，他们要执行的。但是呢，他们要帮助这种的突然发生的大灾难，要如何发放？开始听到了接回来的信息，说发1000块啦，500块啦。那我想，挥臂的1000块。才我们的500-600块，那这样大的大灾情，我们要给的是真要有感觉，让他收到了有受用、有感受的这份的帮助。所以1000块或者是500块，我说不对啦，我们呢真正的要去付出。平常呢捐钱的人，他看见你怎么来付出，那接受的人感觉到我接到这一笔是真有受用的。那我们呢要给的是让孩子呢能有的吃啊，有的住。你给他10000，那也他即使可以去买几片的芯片，这眼片啦，那些人总是眼片要拿磨呢，要不然呢、就是几把草拼一拼。我是很期待的，我们给他们就是这样的，有一个倒下了给他
就是简单的简易，可以呢遮雨遮风，这都是呢我提起说要给他们有受用，还同时呢给福慧床，同时呢给毛毯，哇，他们呢感觉很感动。他说做梦也不敢想象啊，他们会拥有这一些。I am very happy this morning that we are, the people are very happy. You can see their faces. Some of them are crying.Not because they are sad, but because they are crying because of happiness. They never expected this help. No? They thought that we will just distribute rice. And on top of the rice, you have blanket, you have cash. So it's a different. When they go back, I know they will not forget. We give enough food, or give them to them, not to.一顿两顿的猪牛，该给他一个月，或者是一个多月呢，让他们好好的把家整理好，好好工作找好。就如那一位，他们拿到钱，他很珍惜啊，要怎么样维持家庭？他就很会规划，就去买一匹马。他把那一匹马的名叫做慈济。Oh, morning, sister. Si Tuci pa yung disyo na mo pangalan nanda. Inigtawag na ko ani mo tingog dahil siya. Tuci, taguyan. Ito talagang masayang masaya ko. Kaya na bigay ko konti lang. Salamat talaga. Malaking bagay ito para sa amin.Galing sa puso niyo itong 100 na donasyon. Hindi na po na. Hindi sa halaga siya, kung hindi sa galing sa puso niyo. Oh, 我真的很感动啊，我刚才有点想哭了，因为他们现在这种状况真的是现金钱真的有限，但是他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想到要付出他的一点点力量再去帮助别人。看到了当地人很纯，很纯真，啊，也是很殷勤。无奈呢，他们出生总是呢在那种贫困啊，那交通艰巨啊，因缘现在碰到慈济，慈济。给予有感觉的、有感受的，让他们只要安好心，然后呢，要去赶快呢安生活，这都是慈济人啊去付出。慈济人这样自掏腰包了，来来回回。我都很感恩这几天的跨国发放，回来的回来了，来报告这个地方是如何如何的救济，怎么样怎么样让他们的安家安身心。是每一次听到了，虽然感觉呢，啊，还是穷啊，但是我们的足迹走得到，有因缘可以呢亲手发放。有一个国家也是最近我们在发放的，这我们跟他们呢在互动，慈济人呢都要去走家访，慈济人呐、啊，都做得呢好温馨。师父拢常常最近拢一直讲，诚正信实，
诚正信实为大地，慈悲喜舍为和鸿。我们真正的要做到了这种人与人之间呢、啊，就如和鸿一样的，人人呢、啊、感受到的是清爽，没有不舒服的。我们要有慈悲的心地，所以慈悲喜舍为和鸿，人人都有一片的慈悲心肠，这都是慈济人呐、啊、本具有的心地。这样愿意去做，就是生命价值了。